给大家看伊比利猪哦，我要跑步给大家看，如果不跑步的话会来不及。看哦，我的宝师傅在这边。不要跑，现在滑倒了。看，整个都是用开窗的方式来制作。现在人在阿红嘛，我是王瑞瑶，居然要用小跑步的方式跑给大家看。这是家店啊，请看这么多火腿，在这个熟成室之中，这里总共有15万只。这是 Jose， 嗨。